王妃那么好看一张脸，想着我就来气。若陈安伯真的去买布，那娘是不是就能相信我说的话了？娘，看看这个颜色，陈安伯怎么可能亲自到布店来买布呢？我也想知道啊。所以啊，这做梦就是做梦，不会成真的啊。娘，再等等。哎呀，不过也好，你说你要是真的嫁给了那个谢启林，恐怕连这买布的钱都没有了。这些我都要了，送到敬亭侯府。好好好，今日晚些时候就送到。娘还有事儿，就不陪你闹了啊。娘，你自己逛逛，早点回去，别累着自己。夫人慢走。啊，难道真的都是巧合？没想到竟在此处遇见湘君。你竟然真的来布店了。哎，湘君，你快放开我家公子。湘君在上，还求你饶过我家公子一命。湘君误会，荣某只是前去买些笔墨，途经此处罢了。不要动啊，不要动，我赶紧叫我娘来看你，我马上回来。为何要带夫人来见我？公子，再不走来不及了。